个晴天，新的起点，过去的不会重演，不会再现，真诚的去做，不必怕犯错，用心相信会有收获。每个明天为之冒险，期待的每个美好都可能出现，如果能如愿，如果能实现，把心交给这一切，做自己的选择，相信你走的路都充满了坎坷，也请不要认输，今天将是从前，明天需要展现，站上舞台就会美丽无限，我会一直追随着眼前闪亮消息，从1月10日开始，一场持续近一个月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袭击了我国南方19个省区市，其影响范围之广，所造成的灾害之重为历史罕见，数五十年一遇，还是拨不通，不但富区啊，此次灾害天气是，不，你这救助怎么当的？受拉尼亚极端气候，胡蕊发着烧呢，你就让他们给走了啊？你没想到，你应该打电话问问我们呀。供水设施遭受重创，春运受阻，群众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。时值春运高峰，南北交通大动脉京珠高速公路广东湖南段被冰雪覆盖断路，积压了大批车辆和人员。怎么样？广州、杭州等地的火车站大批旅客滞留，许多旅客不得不留在当地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武警战士数十万警不在服务区。小磊啊，你们到那儿了没有？下雪了吗？投入人员之众，物资之多，唯一就是忙得很。那行，那你空了打给我吧。那边没下雪。我闷得很，我出去走走。哎呀，大冷的天你出去干嘛呀？这冻着。我俩大孙子都在野地里冻着呢，我还怕什么冷呢？哎呦，那好听吗？你陪你爸爸出去，哎，把衣服帽子都给他穿好。哎，我知道。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过两天吧。这么快就回来？哦，您还嫌早啊？他们回来了，波波就得回去了。波波，想家了没有？不想家，我喜欢和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在一起，有你们在我身边，就像原来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一样。这孩子真让人心疼，清湖也是，特让人心疼。别走了，波波，就在奶奶这儿住，奶奶喜欢波波。我也喜欢奶奶，你们都是这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。哎呦，波波，你这些话都是跟谁学的呀？怎么一套一套的？人家孩子是发自内心的，怎么说话？妈。我就那么一说，我发现我怎么一说到孩子的事儿，您就那么不爱听啊？当初我让小磊找工作，要不是您拦着，他哪至于像现在这么不靠谱？你又翻旧账，这小磊现在不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？离我希望的差得太远了，父母的话一句都不听，就自己主意正。我看也是。哦，我说的是小磊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阿姨，你说的话非常正确，我经常想不明白的时候，就特别希望爸爸妈妈能在身边，这样我就可以问他们了，他们也可以帮我拿拿主意。现在我也只能这么想想。我不明白的时候，你能帮我吗？当然可以了，
伯伯，以后你要有什么问题啊，尽管来问阿姨。你别看都是家长，那家长跟家长还不一样呢。阿姨可是大学老师，在孩子成长这个问题上，我可是专家呀。有阿姨在，你放心。谢谢阿姨。到时间了，你该吃药了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绝对是天使在人间呢。小李哥哥，尝尝这个苹果干吧，特别好吃。好，姐姐你也吃一个。出去。老二、老三，出去。哦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吃点枣吧，吃点枣。怎么，准备出门啊？哦，我们准备出去一趟。孩子呢？孩子还没回来呀？哦，这位是北京来的李警官。我让他舅带着玩去了，啥时候回来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大姐，你别叫我大姐，我不是你大姐。他爹，把东西拿出来。这是一部分，剩下的我都会还给你。钱你拿去，儿子我留下。大姐，你别这样。你寄给耗子的钱，我们都会还给你的。你们那车，我们也开不起，都给卖了。钱这些年都用在耗子身上了，我们就是砸锅卖铁，也会把钱给你还上的。别想买走我的儿子。大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小磊，我知道你是便衣，大哥求你了，别带走小耗子。大哥给你跪下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干嘛呀？我真的不是警察，你不是警察，他们总是警察吧？你帮我们说说好话，求求情，不要把小耗子带走，我求你了！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来，老哥，你先冷静一下。我问你，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买了？是不是？人贩子是不是村里的吴老六？吴老六已经被抓了，现在需要你们出来指认，我们就可以正式批捕他。那我去指认了，能不能把孩子留下？这算不算立功呀？买孩子是犯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卖孩子是犯法，买卖孩子都是犯法。你咋回来了？啊！猴子，快跑！快跑！把孩子带走，猴子。快跑，耗子！快跑！耗子，快跑！你冷静点！耗子，快跑！耗子，冷静点！快跑！这是犯法！你冷静一点！快点！你让我砍尸！你放他出来干啥呀？你冷静点！你转身，你跑了吗？耗子，你这跑回来的尸要你要的命了吗？耗子，耗子，耗子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耗子，大姐，大姐，快走！大娘，大娘！都两天了，到底要堵到什么时候啊？走也走不了，回也回不去。你说这大南方的，闹什么雪灾呀？这是附近村民送的，大家先垫着，吃了东西就有热量了。你去哪儿了呀？我去拿这个了，还是热的，光给了。
怕传染。谢谢。大老爷们儿，都下来帮忙啊！你干嘛去啊？我去帮忙啊。你发烧38度，现在外面有-30度。哪有那么夸张了？没那么夸张，外面-8度肯定是有的。你让我去嘛？人家都说是爷们会下去啊，我当然是爷们，不然这样你会很没面子的。那叫爷们儿，爷们。我说不让去就不让去。万一你病得更重了怎么办呀？那更好啊。哎，早知道啊，在我生病的时候你会这么温柔，我宁愿一直病着。说什么呢？呸呸呸呸呸！你是不是爷们儿啊？当然是爷们了。哎，哎，哎，帮着发一下啊！来，哎，你去那边发啊。多打点啊！哎，去那边几辆车，这些你拿着，给你。来来来来来，过来拿啊！来，给你，这是你的。来，都过来拿啊，每人都有啊。歇着吧，我来陪他。李警官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他说，李大姐还是不愿意指认人贩子，而且。醒来以后精神状态也不太好。小浩怎么样？他刚才说想他爸妈了。是李大哥和大姐，还是他的亲生父母？看他那意思，都想。谁呀？我。村民来抢孩子了，你把小浩看好，千万别出来。好。姐姐，是我爹我娘来了吗？大姐啊，昨天考虑怎么样？还说借你来指认一下人贩子，没想到您自己就过来了。警察同志啊，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，愣是没想明白呀！啊，这娃管他叫爹，管我叫娘，这咋就不是我们的娃了呢？要是没有这娃了，我可是一天都活不下去了。警察同志，求你发发慈悲，把娃给我们留下来吧！啊！村里头人都说，这事情咱们好商量啊。只要你把娃给俺们还回来了，你们叫我们干啥都行，成不成？大姐啊，您说这法律上的事儿怎么商量？大伙别饿着，先吃点饭，里面先谈着啊，好吧。哎，来呀，拿着，哎，吃吧。姐姐，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没来这儿？你放心，警察叔叔
正在找他们呢。能找到吗？当然能。小耗子，你告诉姐姐，如果你离开这里了，你会想念这里的爸爸妈妈吗？我爹我娘。那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？你真是个乖孩子。我的爸爸妈妈还会记得我长什么样子吗？当然能。我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了。那你是真的想见他们吗？那你见到了会对他们说什么呀？我想问问他们，为什么把我弄丢，为什么那么粗心。我问完这个，我就回到我爹我娘这里。啥事咱们可以商量着来，别硬来。你看这多伤感情。你们也不容易，哎，这哪家买的孩子只能自认倒霉。这盒饭还有吗？有有，我马上给你拿。啊！我的小耗子，有话咱好好说。让我喝。大爷，你不敢这样。不不不，我不想活了。来来来，我要喝，我不想活了。赶快拿去处理。出什么事了？喝农药要自杀，让我给夺下来了。要不然我去试试。大姐，小浩昨天跟我说他很想你们。他在哪儿呢？他还说了，他也很想他的亲生父母。我一直当他是亲生的。可他不是，对吗？如果你真把他当自己的亲生孩子，你就应该心疼他。应该比我们这里所有人更心疼他。可，我才是天下最心疼他的人呢。大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还生我气。你现在肯定特别后悔，当初告诉我小号是买来的，是吧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并不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人，是小浩先告诉我的。你记得小浩有一个杯子吗？杯子上画了一座桥。我想你们肯定没见过那座桥，但是小浩见过。就在北京，一个叫颐和园的地方。那个杯子，就是小浩的父母在颐和园给他买的。他的亲生父母，你知道，我们这一代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。小浩家肯定也就这一个孩子，一个母亲十月怀胎生下这个孩子有多辛苦，你肯定比我清楚。所以，他的家人有多疼爱他。你应该也不难想象的，对吧？他们看着他出生，学走路，学说话，听他第一次叫爸爸、叫妈妈。他们本来应该看着小浩健康快乐的长大，可是突然有一天，
这个孩子不见了，就这么消失了。他的父母有多痛苦，我想你现在多少能够感受到一些。但是这跟他的父母比起来，真的算不了什么，因为他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小浩是死是活。大姐，你知道吗？我上次来陕北的时候，其实是瞒着家里偷跑出来的。我三个月没给家里打电话。等我再回去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父母老了一大截儿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离开的那段时间，他们没睡过一天安稳觉。你想，我都这么大了，我的父母还这样，更何况是小浩的父母。他们可能到现在都还在想，小浩现在在哪儿，他能不能吃饱，能不能穿暖，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害怕。他们甚至可能会想，人贩子会不会把他的手脚砍掉，让他到大街上去要饭。他们每一天都在经历这样的煎熬，每一天，那种痛苦你能想象的吗？还有小浩，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？他还那么小，就被人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，带到这么偏远的地方。他心里有多害怕，他要多坚强才能适应这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他可能这辈子心里都会有阴影的，你有没有替他想过？如果你真的那么疼爱他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替他想一想？我记得我们上次离开的时候，你们一大帮人追出来，以为我们要带走小浩。可是那天其实是小浩主动跑来找我们的。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，小磊哥哥，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见我的爸爸？我就那么看着他，我没有办法带他走，我只能答应他。我跟他拉钩，我说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帮你找到你的爸爸妈妈。我答应他，我答应了他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小浩走。大姐，你今天是喝农药也好，你们全村人用铁锹把我拍死在这儿都可以，但是小浩一定要回到他的亲生父母身边。那你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啊？目前我们要把孩子带到北京的福利院去，等待他亲生父母来认领他。那地方好吗？放心，什么都有，孩子在那里你可以很放心。那我可以去看他吗？我想他了，想去看他，我可是他娘呀。娘。浩子，我的浩子，我的浩子，你跑哪儿去了呀？我的浩子，娘，我是去看看我的爸爸妈妈，干完我就回来。浩子，你可不要忘了娘，你可不要忘了娘啊，我的浩子。哎，娘，你别哭，娘不哭，娘不哭。
说英华吧，他这一阵子啊，兴奋过度，血压有点不正常，在家休息两天。哎，你去看看他吧，他很担心小宝，你去跟他商量商量，看看怎么办。我明天去。喂，吴董事长，你好。哪位啊？我是钱浩啊，我们见过面的，我想和你单独谈一谈。哎，上哪儿去啊？有重要的事情，关系了公司的命运，我必须去。不行，医生嘱咐过，而且这么晚了。妈，放心吧。我去一下就回来。你一个人去啊？太冷了。我会带大衣的，妈，你要吃饭啊，我走了。真的要把那个项目转手包给我们做？我仔细的想了一圈，能以这种价格做出这种质量的公司，也就只有你们胡氏了。你们这次和项目失之交臂，真是可惜呀。它原本就应该属于你们。袁先生，有一点我不明白，明明你已经成功的中标，为什么回来找我？因为我做不了啊，但不代表我不可以让别人来做。比如说你们，当然要用最低的价格。钱先生，大陆的房地产界都跟你一样成功的。董事长，我真的很佩服敬重你。说句实话，我真没想到你真会一个人只身前来跟我见面。您对您企业的责任心，我真的学习了。只要胡氏肯接这个单子，我承诺一切都可以商量。你承诺？哼，我不接这个单子。您会不会拒绝的太快了？即使我是做的一个二手买卖，但是您在中间是有巨大的利润的。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渴望要得到这个项目，但不是这个方式。胡氏的严谨我早就听说过，但是现在大陆的人太多，竞争很激烈的，太死板不利于胡氏的发展。只要稍微灵活一些，可以挣的钱是很多的。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基础。有些钱我可以不赚。您的意思我懂，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，您既然肯来，就说明我们彼此还是有诚意的。您真的不肯接这个单子，您又何苦这大夜里的亲自跑一趟？因为我正好要找你。哦，我要亲自跟你问清楚，
到底谁是我公司的内鬼？到底谁给了你我的标书？哼，钱先生，大陆很大，其实也不大。迟早我们俩会碰面交手，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，也许以后我们才有合作的机会。董事长，我只能跟您这样说，您还是赶紧养好您的身子吧，您身边那些所谓的80后是靠不住的。很浪漫啊。好像退点烧了啊。谢谢。谢什么呀？谢谢你们让空手而归啊。好冷好肉麻啊。不要一直看着我，老是盯着人家看，我会害羞的啦。你别自作多情了，谁盯着你看了呀？我怕你病得更重，路上给我添麻烦。当真啦？我开玩笑的，你是不是烧傻了？有可能。你有带着啊？这是蓝猫蝠蝴蝶，我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。它特立独行，却总爱隐藏自己。它内心柔软，却总是懂得自我保护。但是它一旦爱上，就会认真的爱，就会完全忘我，甚至热情似火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安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是你身边那一只一直守护你的蝴蝶。胡瑞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是你身边那个一直守护你的蝴蝶。肉麻，不要抱我，你生病啊，你会传染我的。我传染给你啊？你不是有那同当吗？同当啊，我不行了，你会传染我的，传染我，传染我。护士，护士，先生，哎，是谁？
出卖公司的，是胡瑞吗？不是。是你，是你。跟他说什么了？放手！我什么都没说，我现在倒是想说，天助我们！不要告诉胡润，不是我。不要告诉胡润，真的不是我。告诉胡润，不是我董事长，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护士，医生，医生，把手停在外头，等一下。听见念音在叫我，喂，念音。小许啊，有事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说清楚一点，你说清楚一点。哎，有信号了，有信号了。哎，车动了，车动了，大伙儿上车，上车！哇！快走啊，回家了！快点呐！喂，奶奶。啊，没事，不用担心了。守灵，老胡，你的身体不能。生他的时候，我就不在跟前儿。现在他走了，我不能送送他呀！啊，去，来把椅子去。哎，胡振，替我上三炷香，敬三杯酒。哎，董事长，一鞠躬。
再鞠躬，三鞠躬。节哀。节哀。不爷爷节哀。节哀。节哀。跟我出来一下。浩然公司，嗯，是他们在你赶到之前把我爸送到医院的。他们找我爸做什么？我听他们的意思，浩然公司想把工程低价转拨给咱们胡氏集团，董事长没有同意，情绪有点激动。我就知道这些。我爸走的时候什么话也没有留下吗？是你，我要告诉胡儿，我要告诉胡儿。没有。旭川，谢谢你。还好我爸走的时候，身边有你。节哀。浩然公司到。曾经我年轻的心中没有痛苦，我平静的生活也不感到孤独，那是我的感情愉快而又淳朴，我的初恋也是那样幸福。我自信，太阳星月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像游云一样从不想到自己的归宿，那是我大把的抛洒着时间，坚信我像播种者那样从不曾耽误。那时我像太阳一样光芒自负，我狂爱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爱所有。我盼你在迷茫的，在迷茫的梦想里，带走各种各样不同的路。我自信，太阳星月都是我的朋友，我像游云一样从不想到自己